喂？没有，这个是个人素质问题吧？个人素质问题。对对对。对对对，你绝对不会说人都是就是搞涂鸦的。对对对，不会不会不会，一般人都不会吧？哦。就是不干净嘛，然后觉得好像为什么要在墙上写这些呢？你可以用言论去表达吗？就。